题了。你的也是红灯在等。等下我看。好了，可以。这些的拉手练习法，算大。怎么有人走那边？是可以的吗？开了吗？我站不起来了，这个走了。对啊，同样的分岔路。
走这里比较简单。那你既然下去了，你就滑，直直滑。那就全力滑，走这条，这里是比较缓，要努力的冲哦。这里很缓。冲过去就好了，冲过去。我当然说没有比较好啊，既然他说他很难爬上去，那就很难走过来吧，意思一样，继续努力。好了，唉，对啊，你先走好了。没有啊，就只有一条路啊。这一条下来是这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直走比较好啊。
哎。